哇，你看，哇，这条够大吧？好了，等一下，我是阿峰，差不多有个半个月多没有出来放那个虾丸了。来，我们家准备洗手，昨天放的虾丸啊，期待我们今天能够收获多多。那是一条鱼啊，我刚刚以为不是，你看，是不是黄瓜鱼啊？要是黄瓜鱼的话就发财了啊！哇，很大，你看，哎，不是黄瓜鱼，不是黄瓜鱼，你看，不知道是什么鱼，哇，这么大，虽然很大，哇，这条黄瓜鱼，这个是什么鱼啊？哎，看这个鱼在很新鲜，你看，这应该是干干食不起了啊！应该是干食的，看来今天可以的节奏啊，你看，哇，这条很大，起码有个十几斤吧，你看这么长，可以可以，新的一起很好啊！来，我再来发个朋友圈，帮我把，还有我朋友他们看是不是都是什么鱼？这个我才这么大，没见过，这一条八线
下，我要把这个改名成黄鱼王了，不能叫虾王。来了条这么小的，这个太小了，七八年也能耐小过了啊。哇，咱们应该卖点啦，来了两条这么大的刺绣锅，说底下应该有大石头。哇，你看这刺绣锅，看来真的有得必有失，有失必有得。你看，看来的时候是那条鱼呢，刚刚挂石头，一万扯破这么大一个洞。终于来一条了啊、哦！终于再看见一条了。终于来了一条虾了啊、哦！终于不空进了。长毛大虾，像不像那个虾兵蟹将种的虾？虾兵还行啊、哦，有个一两多。真的，一棒完了，一棒我就一条。都是黄鱼呀、啊，来了一条大皮皮虾啊、哦！这条皮皮虾可以、啊，还可以啊。哎，来了一只兰花蟹啊、哦，还行还行，其实还不错，兰花蟹来了啊、哦，看看能不来都不来，一来都乱来就好了。哦，还可以啊、哦，挺肥的。兰花蟹，真的黄鱼要刷宝了没有？都是黄鱼。还有，来了一只大四小红啊，卵大的，卵的，看起来不够硬气，卵就不要，不要，但是这种瓦石肯定没卵。把你外公外婆叫过来啊、哦！哇，大皮皮虾来了来了来了！这头里面有没有缸？没有，没缸。喂，我的天呀！哟，大家把子拉了。哇，这一次你看，可能有个二三两吧，还可以啊、哦。就抓两只。就目前。二三两，二三两也没有啊，都不够吃。现在已经收完两把网了，看来今天是黄鱼抓挺多的，皮皮虾抓几个？两个，虾就抓一条，看来今天是还是不适合放虾。走吧，那我们现在最后一包网，其他最后一包能打分手啊、哦。走。喂喂，你干嘛？你好，还不错啊、哦，又是一条。现在我们已经全部收完了啊、哦，哎，看来这个季节虾网还不到季节。但是出来碰运气是可以的，今天运气还不错，是不是？是时候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什么收获啊、哦？这里面你看，黄鱼今天抓宝，你看都是黄鱼，底下有七个皮皮虾、兰花蟹之类的。这些黄鱼要是拿去卖的话，可能油钱都不够。最重要的是这一条，我刚问我爸了，他说这个是明鱼，然后我们这附近有人养这个明鱼，有可能是爬出来的。但是我觉得，以我多年的经验，像这一条鱼的话，颜色的话，它这个水坝没有这么好看，这个颜色的水坝比较大。以我多年的经验，这个应该是很早就跑出来了，然后应该是在海里面受伤给浮上来。这条是拿去卖的话，应该差不多三到四十吧。然后这条十来斤也可以卖个几百块钱，还好有这一条。
那我们讲准备带张新买，我又让我想起来一句话，只要你给我轻轨肯出来的话，肯定只能说我的。三家里面是会二十人的，出门是肯定饿不死，是不是？走吧，那我们就准备带张新买了。那我们今天视频就拍到这，我们明天见啊、哦，拜拜。